哦，他说了，吃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回民的阿加西，好久没有在回民节拍这些吃的了。很多粉丝都是阿加西啊，你最近光带货，你不给他拍点这个有意思的？咱今天就给大家介绍我最近就是一直吃的一个搭配，就是个腊牛夹馍加一个胡辣汤。这两家呢，不是很有名气。 但是你本地人吃的是比较多的，这家卖腊牛肉的，就我在4月份的这个回民的斋月，给大家直播过几次，反馈还是不错的。咱一会儿过来试一下，来。现在才是7点多，已经开始排队了。他家这个是都是鲜肉，也是早上也都是热肉，看着是非常的软嫩的。咱今儿个加2个馍，摄影师你要肥的多一点吧？那现在这个摄影师特别爱吃肥的。 它有16的，有20的，咱吃你都吃好，加20。这个加的给它加的啥呀？没事儿。是肋条还是啥？肋条。肋条。肥一点。一个肥一点，一个正常。那拍视频你不要加的多了啊，回头人家过来说为啥？ 我吃的比人家的多。下来，咱去吃个胡辣汤，离这边还有一点距离，不过不要紧，咱为了吃好，多走2步路，来。住过在这儿吃了好几次。 我觉得还不错，咱今天试一下他的味道。吃之前你都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是个新开的一个店，可能质量不是很稳定，但是我吃的其实还可以。胡辣汤比较丸子，丸子肯定要你嘛。你们看这个老板，这个身体如何？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59，60呀。60了。60了这个体质应该是60%左右。哦。特别好照，你过来。 从马甲狮子往北，然后你看到就是一个身材特别健壮的，哎，走他家，你两个打完，正常要。行，好。下来，大家如果看到视频，发现丸子没有给我的多，那到时候让人家找你啊，好吧？好。等着，你看，哎，丸子跟那个潜艇一样，这叫全美。你们看，觉得咋样？主要是辣子跟香菜。 这家卖在他家在4月份的斋月的时候，然后吃过好多次。我觉得他家这个味道确实还不错，另外里边的东西还可以，咱一会儿看看。这是一个很气质的酒，卖了多长时间了？老店新开。你现在卖了多长时间了？卖了半年了。哦，特别诚实，卖只卖了半年啊。<笑>给大家看摄影师这个馍，摄影师这个兄弟啊，特别爱吃肥的。 你觉得咋样？看着香不？这个加的都是肋条，这腊牛肉主要加的带肥的，越肥越香。好，摄像师给你包好啊。你好。谢谢支持。这个是我的，这个肉比较少一点。呸呸，这个肉比较瘦一点。这都是20的，大碗胡辣汤，然后加一个这个。 腊牛肉夹馍，这都是在西安还是比较豪华的一个早餐了。这一餐是20几块钱，他家大碗是7块，小碗是6块。付一下丸子吧。来，2个、3个、4个、5、6、7、8、豆角、洋芋、木耳、红萝卜、莲花白，还有菜花，还有酸菜。 菜是比较厚的，西菜也是比较多的，大概有8个丸子，就像老板说的一样，这是欠费厅，全部在地下。还可以，不是很咸。这个汤还是比较鲜活的。肉特别香，而且肉比较软烂一点。 咸度适中吧，加上木汁刚好。它这个偏瘦一点，如果能吃肥的话，加上肥的特别香。再上个他家的丸子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丸子大小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是很圆，还行。
肉量一般，吃的不是非常的筋道。如果有外地朋友，你们来西安回民街的话，在吃早餐，其实就这种状态。西安人是特别爱吃碳水，特别爱吃这个东西。这个呢，本地话叫啥？叫馍，叫馍，叫这个。咱想想，咱家这个洋芋看面不面啊？这有时候就那副烂样的，洋芋切也可大，可大，非常大，那种不好嚼，它切的还是比较细发的。另外还有就是它焖的是时间比较长，洋芋吃是面的。这个还行，再上这个西菜，这是豆卷，都可以。这个西菜跟洋芋吃起来都刚合适，没有那种就是浓浓菜那种感觉。刚才要这两碗子已经是在锅底了。我就喜欢吃点就是那种不是很浓的菜，这种菜比口感比较好一点。太大了，太热了。你们看看这头上的汗，哎呀，西安最近这温度特别温热。要是外地朋友你们来西安的话，这边最近的温度都在40度左右，而且偏潮一点。如果西北过来的话，你一定要做这个防暑的这个准备的。哦，太爽了，吃完了。给大家总结一下，他家这个胡辣汤，他这胡辣汤的味道还可以，吃着挺香的，盐味不重，能吃到这个比较重的这个麻味。另外就是他家的菜给的是比较多的，菜也是比较好，像刚才大家看到西菜啊啥之类的都是不错的，丸子是一般的，整体量还可以。就有时候我在他家吃过几次，一直没有亏。就有时候他家人少的时候，就这个不是很健康。但是我相信，如果说下来大家来吃的话，人多的话，这个问题都不存在了，因为他是新店，才开门也没有多久，所以就是生意不是很稳定。但是我觉得东西不错，在4月份的时候，他晚上开门基本上都是来当地回民街上的在这儿来吃。老板这肉用的是西安牛肉啊，对，西安牛肉用的不是进口肉，另外也没有啥这乱七八糟这些贵的灶具啊、贵的这个刀具啊啥这些都没有的。你们看咋样？如果喜欢的朋友就是可以早点过来来试一下。下来人多排队其实挺麻烦的，觉得好嘞，给阿佳西点个赞。好嘞，那这期就到这儿，我是回民街阿佳西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